看，台湾向前行，台湾向前行。我是孟琪。选战倒数74天，台北市的首都大战，话题还是聚焦在去年买 BNT 疫苗的争议。陈时中部长再三的强调，他绝对不可能挡疫苗。不过蓝白阵营还是攻势猛烈，黄珊珊甚至质疑他谋财害命。蒋万安更说要大家二选一，看是要相信民进党，还是要相信慈济。不过其实慈济最新的声明，除了要大家不要政治联想之外，而且还特别感谢了蔡英文总统。好，难道这篇最新的声明稿蒋万安没有看到吗？而现在国民党可能要头痛的还有的是中国重重打脸朱立伦所谓的九二共识。中国官媒直接写文章哦，说现在要正本清源，九二共识就是只有一中没有个表。好，这样一句没有个表的空间都已经人家讲这么明白了，国民党还要继续死抱着九二共识的神主牌吗？好，最后有关于选战的部分哦，花莲能不能终结长久以来的家族政治？民进党有没有机会在花东逆转胜呢？稍后我们都会有更加深入的分析哦。好，继续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主持人来平安。好，再来邀请到的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黄守达。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再来邀请到的是前国民党发言人林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最后我们欢迎到的是资深媒体人温生温大哥。主持人好，各位好。好，因为中秋节过后呢，这个疫情有缓步回升的趋势，所以我们稍后呢也要来关注今天的这个指挥中心记者会。那么今天的指挥中心是由王必胜指挥官亲自来召开哦，到底是不是病例数突破了4万大关呢？我们稍后会一起来了解。那因为其实现在 Omicron 的变异株 BA.5 已经成为全台湾主流的病毒株了，所以提醒大家，这个传播力真的很强又很快，提醒大家真的要来特别注意了。好，那继续呢，我们在看记者会之前，我们要先来关心到，其实现在选战倒数74天了，来看一下后面的图卡哦。因为台北市的战况非常的激烈，现在蓝白阵营呢是炮口一致哦，针对这个陈时中的部分哈，一直猛打这个疫苗题。我们就来看到阿中部长是怎么样来接招的。其实陈时中部长不断的在告诉大家，他说哈，讲他挡疫苗的人哦，就是他看有问题啦。好，为什么那个阿中部长会讲到这么生气呢？他说这个疫情的部分，他就是责任最大的人啊。如果他还挡，这不是疯子吗？好，这个昨天呢，阿中部长讲到，其实真的有一点情绪了。好，那接着呢，他接受记者的访问，他也是说哈，他绝对不可能挡疫苗啊，疫情的事他就是要全权负责嘛。好，那疫苗早进来对他是比较有利的，对国人更好的啊，他怎么可能挡疫苗？好，阿中部长该碎干那样啦，有嘴讲干不孬。可是我们看看哦，这个蓝白阵营哦，没有人要买单。首先来看到的是蒋万安的部分哦，蒋万安就说，那大家呢现在要二选一啊，要相信慈济还是要相信民进党呢？他怀疑说这个陈时中吼就是挡疫苗护航高端，好被民进党当傀儡罔顾人命，好市民无法接受。不过蒋万安讲哦，要相信慈济还是相信民进党？看起来国民党的部分是要相信慈济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慈济最新的声明稿哈是怎么样写的。好，昨天呢，其实慈济连发了2篇声明稿。第一篇声明稿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再做政治上的联想了，后续又再发了一篇。好，最新的声明讲说，真的是感恩政府呢，在这个疫苗申购的流程上所有的协助，那也感谢蔡总统成就圆满此事。好，感恩过程当中各界的期待跟支持，最后才能够一一解决各项的程序问题。这是慈济最后的声明稿，慈济是谢谢蔡总统，谢谢蔡政府的。不过呢，国民党却还是呢，现在还是不断的在质疑这个陈时中护航高端这件事。好，那有关于相关的问题，我们稍后再来讨论。先来看到的是王必胜目前正在召开记者会，一起来看。王指挥官亲自主持，那另外参加记者会还有罗富，还有我一起参加这个记者会。那我们今天先报告有关本土病例的个案数。
那今天总共新增的确诊病例是46,795例，那境外移入的个案是有256例，死亡个案17例。那今天的增加的个案数，跟上周相比啊，是增加了28.6%哦。那周二跟周三本来是一周比较多的个案，那尤其是上周有连续三天的一个连假哈，那原本在连假的个案都有可能在星期二这边有出现哈，所以如果考虑就是9月10号到13号跟先前的9月3号到6号这个同期的一个比较，大致上大概平均增加10%，每天增加10%哈，所以跟这个前一周上升的幅度是差不多。好，那再来再请罗副再继续进行相关的一个介绍。好，大家好，今天新增的死亡个案是17例，那年龄都是50多岁以上。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儿童、青少年或者是较年轻的重症或者是死亡的个案。哦，那我们每周二会跟大家报告，就是这个住宿式机构的通报确诊的情形。我们上一周的话，这个虽然说国内本土的疫情是升温，不过在机构里面确诊的情形仍然算是比较低的低点。那确诊的工作人员是339位，住民是764位，那其中有13位是送医后死亡，那这一个致死率的部分都没有太大的变化，都大概是2.6%左右。那在这个住宿机构的筛检的部分，目前仍然是维持每周都有定期的快筛，工作人员是1周1次，那机构住民的话一般是一周2次，如果特殊情形的话可以减为1周1次。那目前这个阳性率的部分在上周曾经报告过说有些微的上升到1.0跟0.8%，这个是分别是住民跟工作人员的部分，不过在这一周公布的统计来讲都有略微的下降，都各下降了0.1%，所以目前的阳性率在机构住民的部分是0.9%，工作人员的部分是0.7%，显示说这一波的疫情对。好，过了三天的中秋连假之后，现在的这个本土疫情今天是新增了46,000多例，那死亡个案今天是新增17例哦。昨天30,000多例，今天46,000多例，这个增幅呢确实是蛮大的，所以要提醒大家要小心这个 Omicron 的变异株 BA.5 疫情的部分，真的要特别当心了。好，继续我们赶快来关心这个选战倒数74天，现在国民党跟黄珊珊还有柯市长的阵营炮口一致，针对疫苗题来狂打陈时中哦。我们先来看一下陈时中他是怎么接招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参访南机场幸福食物银行社区关怀据点，大赞当地里长。只是外界依旧聚焦慈济采购 BNT 疫苗争议，蓝白阵营不断抨击陈时中卡疫苗，让他前一天脱口而出说我挡疫苗的脑袋有问题，引发话题。对，我想人都是有情绪的，然后我们就逻辑来看，好，就是说讲我挡疫苗，事实上讲我挡疫苗就好像挡我们自己自废武功一样，我当指挥官欢迎都来不及了。他没有挡，很好啊，做事的人自己最清楚。如果他说他没有卡，非常好，请他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卡。黄珊珊持续紧咬疫苗争议，再批陈时中解释的这番言论是把苦等疫苗的人们当成没有记忆能力的金鱼，这话让陈时中听不下去，重跑回击。其实他自己就有一点逻辑有一些混乱了哈，他讲哈所谓的谋财害命，我实在听不懂。高端疫苗，它是一个哈等于是蛋白疫苗，是次单位疫苗，用了 mRNA 的疫苗之后有不良的反应，需要有另外一种疫苗，如果让他们用不到，那才真的是会伤害到这些人的身体。只是近来柯文哲再提去年北市府便28亿经费买疫苗，但陈时中却当面跟他们强调疫苗已够，他们才把经费删掉。陈时中亲自还原过程，编列经费预算，市政府自己要有定见哈。那他自己拜托市议员去把这个预算删掉。1月23号，黄副市长也有到指挥中心。
我也跟他报告我们相关的疫苗采购的量。但是我们去问中央，中央的说法是他们已经定了，请我们不要再买了。所以我们预算编完之后，跟拿着中央的公文跟议会报告。黄珊珊再把疫苗经费问题推给中央，只是陈时中前一天到万华知名的食堂吃卤肉饭时，脸书发文图片却被抓到不慎用到部落客所拍的照片，引发轩然大波。虽然小编立刻下架道歉，却让黄珊珊捡到枪。都觉得你都已经去现场，你为什么要盗用图？都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怎么相信他将来可以管一个市政府呢？很抱歉，我想这样的一个物质确实是我们的不对，这也不应该。我们有跟小可爱阿贵嘛哈，我们也跟他表达我们的歉意。陈时中诚恳道歉再道歉，不让盗图争议持续燃烧。好，我们看到聚焦这个疫苗题的部分，陈时中部长他已经再三强调他真的没有挡疫苗，可是国民党哦跟这个黄珊珊啦、柯P阵营现在看起来就是一口咬定哦，说民进党政府呢当初就是为了要护航高端，所以才去挡这个 BNT 的疫苗。甚至明佑哥昨天黄珊珊在接受这个广播专访的时候，他还讲到谋财害命，公开在你眼中哦，他说高端哦要赚钱没关系，谋财就好，那不进疫苗这是害命，不可原谅。如果有人这样做，必遭天谴。其实这一段话大家都看得出来嘛，就是在影射阿中部长啊。来，明佑哥怎么看呢？我觉得是这样，大家都去把高端讲成说，哎，好像是政府跟他们好像官商勾结一样，所以去挡 BNT。我各位，请各位去回想2021年的元月那一段时间。柯文哲接受专访的时候特别去讲一件事情，他说接下来三个月就会陷入所谓的疫苗大战，因为欧美国家然后不释放给你，然后中国又故意要送你疫苗，你台湾到时候怎么办？到底要把中国疫苗吃下来呢？那就会正入限制政治议题。果然没错，柯文哲你自己讲的哦，你说欧美国家会控制疫苗，然后中国会强硬的把疫苗送给你，所以台湾会陷入政治议题，也是结果真的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呢？确实当时的疫苗非常的吃紧，我们的政府想尽办法要去买疫苗。当时 BNT 他们的代理商结果告诉你说没有，你跟我们的 官方来往还是要坚守在一中的原则之下，是是，所以那时候把我国又改成台湾等等的非常多的程序，我们已经做到所谓两个字叫做尊重。因为 BNT 要求我们不能发新闻稿，他说不能写我国，对，后来我们改成台湾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对，所以他要求我们不能发，我们还尊重到他们讲之后我们才去发。所以我不知道这一个过程里面大家是选择性失忆还是故意忘记。当时很多的民间团体嘛，我记得嘛，当时很多民间团体说来我来啦，不然你政府现在因为卡在中国的问题，不然我来想办法处理，不管是永林、台积电或者是慈济。是。好，今天回来因为慈济的执行长严伯文的一段话，一句话，他告诉人家说接到政界工商大佬的电话，劝说不要买，买不到等等，然后结果他就没下文了，他就神隐了。然后台湾的社会就开始吵，然后就开始打说，我甚至看网络上讲得非常严重，说陈时中是贪污啊，贪赃枉法，有种你来告我啊。可是虽然我现在拿不出证据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说，你作为一个媒体人，怎么可以透过网络节目去指控？现在的台北市长陈时中，当时的卫福部长也说我们疫情中心的指挥官贪污。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自己摸着良心，没见过会当安尼讲。对，你没有证据可以这样讲，因为严伯文的一句话，这实在太没天理了。所以我听到这个议题，我是非常气愤。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趋势变成什么？你看黄珊珊还说谋财害命。当时你是否相关的预算，人家在质疑你的时候，你为什么当时不讲？如果你真的觉得是谋财害命的话，你当时怎么不讲？当时推脱其实没有，那是议员要求要删怎么的，结果你当时不讲，现在回过头来打人家说你谋财害命，这不是一个好的政治选举风气啊！而且还说什么必遭天谴，这种狂妄的话都可以从一个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的嘴巴说出来。当时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怎么样配合台北市做防疫的？你自己摸着良心，
第一批进来的疫苗是不是先给台北试用？是啊，当时我们的疫苗人家赠送给我们，马上赶快分配下去。台北市拿到最多，还在那边喊说、哦、我们拿到不够多啊，我们台北市民这么多啊，那你动作台湾人，其他人都不是人了，对吧？嗯，所以很多的争议就会卡到说，大家没有回过头去看有背后有中国的因素，然后就告诉你说，哦，他就是贪赃枉法，然后阻挡人家。好了，现在吵了一天之后，慈济回来讲话了。我看慈济非在他们的官网发表了声明，而且那个声明呢，合起来画重点给大家看。所以我觉得慈济已经告诉你说，现在的疫苗是感谢政府当时的推动，甚至郭台铭我还记得他拿到第一批的时候也是先感谢政府的推动啊。嗯，所以我不知道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说，哦，你当时的陈时中是贪赃枉法。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态啦，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台湾今天能够走过疫情，如果陈时中没有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嗯，今天台湾没办法走过来的。你不要因为人家要选举，然后开始用抹黑抹黄的角色，然后抹红的角色，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当时我们在政论节目讨论非常久，嗯， BNT 背后有很多的因素是来自于中国因素，当时也谈到所谓的代理商的问题。可是当时讲的东西今天回过头来蓝白合作了，就说哦，没有，陈时中就是坏，嗯，就是贪赃枉法，这另类的蓝白合，对，然后两个议题忽然间这样子打。所以蒋万安说，你选择相信慈济还是民进党？我要告诉蒋万安，我选择相信慈济也相信民进党，因为慈济已经发表声明说他感谢蔡英文政府，感恩啊，他是用感恩啊。宗教，我觉得台湾的宗教是非常自由的，你要去怎么讲我都没意见，但是我必须这样讲，我相信站在宗教的立场，他也希望赶快救人。所以慈济当时要做，政府或许像我们上政论节目也会给予说啊，没有，背后有中国因素，他们有可能这样子放手吗？会提出所谓的告诫。所以这个颜值新长他讲的这些背后的工商大佬啊，你不说出来我们批判一下，我也很想要知道什么人的啊，你放一句话放的，然后蓝白开始攻，然后助长这个火势，然后去把陈时中打成所谓的贪污犯，然后讲成说谋财害命，你却天理何在啊？所以各位，我们台湾人说，台湾能够走过这一段疫情，或许中间的过程，你看那三年多很艰，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陈时中在掌握疫情的得宜，才有办法让台湾变成世界的楷模。先生，当初吼这个买 BNT 疫苗真的一波三折。去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讨论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挡疫苗的到底是谁？其实是中国，不是陈时中的这个中哎。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啊，还有这个柯市长都认为说，哎，民进党就是为了高端才去挡 BNT 的？大家想说吼是中国挡疫苗，这不是说哎我们现场政论来宾这样聊聊而已。当初是连德国的议员哦都出来证实说，就是中国阻挠台湾买 BNT 疫苗啊。这个新闻哦嘛拢有报呢，我不晓得是蓝白阵营拢无看到那批吗？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哦，更多的讨论我们稍回来再来请教首达。